我这个已经是放了两天的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了。切一个 pack， 水分好多呀，超好！哇，这个瓜姐们真的熟的特别好，很软糯，超甜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个瓜头到了，不要着急吃，姐们一定要放两天。看这水分，怪不得叫冰淇淋甜瓜。这个瓜你放好了之后，就是它一个越往这边这个皮儿都能吃，越靠近皮儿的地方。而且它很软糯，像小朋友啊、老人什么的都可以吃。如果这瓜再放两天会更好。